因为我自己是妈妈、太太、工作者的身份，我觉得身为一个职场妇女，有时候我的角色很多，我面对的压力也是很多的。但是到水上的时候，就像我进入了一个心灵的防空洞，那个空间是只有我自己，我面对海，面对天，然后可以让自己处在这个状态之内，让我重新获得一个力量，把压力释放，我又可以用新的态度去面对他们。